出门准备去超市买些食物回来，准备出发。现在到了中国超市这里，外面还是蛮多人的。虽然说疫情现在目前来说还是回升的，所以希望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安全措施，戴好口罩消毒。在中国超市，转了一圈，买的差不多。